我今天电视定价是3000，嗯，叫做这个。OK OK。对，那你到时候再等那个讯息，那个讯息， okay. 对，应该是明天吧。应该是。如果是我没有维修的话，我想说有时候。只是先线上跟你讲说没料，然后因为他不是跟我讲，是别人告诉我配色、哦，他说不维修，所以我就直接说，哎、欸，就直接来拿。还有另外一个时间，还要再通知。OK OK， 好，谢谢你，是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服务太烂了吧？没有电池。